家呢度唔該，兩位。阿蟹喺度。好，呢邊唔該。嗯。有嗎？這個呢，我就覺得Andy 真的是需要给编剧就是请他们吃饭或给他们一点好处去换一下现在的情况啊，因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相信他的人生会有危险。谢谢他在我的社交平台留言也被骂了。我觉得我自己在旁边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搞笑的，因为也代表我们 的观众们看得很入心，他们很就是投入的看，就真的当作我们是他们的，好像家人一样，你干嘛就是要骚扰我们家人的婚礼啊？那样子哦，那的确，在那个剧情里面 ，Andy 所做的事情呢，如果我是真实的我的话，你要想揍他，我是想揍他的，我是没办法原谅的。就是你怎么可以把我的老婆，你就是抢了我的，穿了我的那礼服，还就是在抢先跟他拍照呢？这是不能允许的。我觉得没有男人可以允许这样的东西发生。那应该会把他。导演其实也剪掉很多，你知道吗？是吗？其实我还没看，是吗？真的，因为有一点点啊，我在旁看的时候。因为现场拍的时候呢，我是挺投入那个感觉，我是挺火大的，是真的可以自己可以去投入那个角色去想。在现场拍的时候，他真的 Andy 穿了那礼服，跟他一起就是做了很多很卿卿我我的事情。我作为男人，我是没办法。那我以为剪出来是那样。这个是秘密，不告诉你了。哦，因为我还没看。那所以原来大家所看到的已经是优化版，优化版，优化了。对对对对对。